民国27年，就是昭和13年的时候，又换阿命继承哈。那他在继承这一笔土地的同一年哈，就买卖了哈，买卖啊给陈振中哈。根据原民会土地调查资料显示，台东下平梁部落把它冠传统建筑用地，早期在日据时代就变更为私人土地，但这项调查结果让当地族人感到相当震惊，认为把它冠所使用的土地是公共领域，不应该成为私人财产。那一块把它冠的地，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是规划成一个集会所，是两分地，包括现在前面那个店铺的那些那个闽南人住的那块，也能包括都是。在日期的规划成功用，用那个公，就和我们整个部落的一个把它冠成一个场所。如果从上面登记看来，土地可以这样子被私有化，这样的事情是应该还是要有政府来揭露这样的事情。族人强调，早在日据时代，把它冠就已经盖在这片土地上面。虽然占地面积不大，却是卑南族人精神象征，同时也是部落文化教育的重要场域。而民意代表也质疑土地转移过程有严重的瑕疵。以前的那个地级测量也不是那么精准，啊，不是那么精准，所以是不是一登记的时候，他登记他的土地，他一登记了，结果整个，啊，整个他的那个我们的计会所的那个。土地也被登记，这个是一个可能性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最直接有效的办法，就是直接有原民会编列预算，巡台塘的土地的这个模式，就直接把它架构下来，这个才是永久解决的办法。因为这笔土地，他要卖，凭良心讲嘛，地主要卖不出去了。它是一个公共的建筑物，那我们尽可能的朝这一个协议架构的方式来处理。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，也讨论了。那原则上我们目前的方向会朝这个方向做努力。原民会允诺将协助部落保有土地，让把它冠免于拆迁的命运。但主人强调，卑南族10个部落都有相同的土地问题，要求政府应该要还原土地历史真相，相关单位提出有效的解决方式，才是真正实践历史转型正义。原视新闻文教台的台东卑南采访报道。